人商建议候选场址特征化模型。低放最终处置的场址在哪里？目前有两个建议候选场址，一个是台东的达人乡，另一个是金门的乌丘乡。为什么会选这两个地方？场址的选择会避开人口密集的地方，极可能影响安全的自然环境区域，或是受法规限制不能开发的地方。达人乡临近海洋，而场址附近的南田村人口仅占全乡人口的十分之一，不仅人烟稀少，土地也多半是自然的山林地。以地质环境来说，它的位置偏僻，附近又没有断层，但放射性不会透过水来间接释放到我们的生活环境吗？不用担心的。达人乡场址靠近海边，地下水直接流向海洋，所以不会有影响。而且这些都是为了更了解场址特性而针对当地环境因素所建立的四种场址特征模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原来地方选址都是会经过仔细的选择和研究啊。